进了。自较早到今麦，我也唔捌输过，所以你千万唔通因为输乎一个查甫囡仔，就想过艰苦。你咧笑啥？我敢有讲唔对？阿伯伊若进前有影要甲你拼，爸，你是咧我白讲啥？是我手下留情，所以我无尽全力哦。哦，啊若无，你绝对输甲足凄惨的。我是认为查甫人本来就要保护查甫囡仔，若是欺负查甫囡仔，就袂用叫做男子汉。所以，我甘愿输乎你，嘛袂用乎你受着伤害。比赛场不分男女，只有实力关家。你让我就是看我无去，你安尼继续让落去，我只是胜之不武。而且，搁予阮爸甲外孙仔看笑话。我讲我无输。滚！下女。等伊若真正拍赢我吼，才去讲。